好 ，OK， 现在我们来到的是一个公园，我们等一下。最近呢，500万呢，他看了很多那个刘佩的 video， 然后呢，他就问我可不可以也拍一个属于我们的这个精灵宝可梦的这个 vlog， 所以呢，我们今天就来到了这个公园，算是这个在新山呢，蛮多宝可梦爱好者会来到这个公园，抓这个宝可梦，所以我们今天就选择在这个地方抓宝可梦，所以我们现在就要开始 Pokemon Go 的这个旅程了 ，Go。我们也不大会玩，然后就是一直这样，哎，走这边，走来走去，然后看到有 Pokestop 就转一下这样。我们没有来过这边。其实我们下次要叫有什么狗狗跟我们一起，然后他来讲解一下 Pokemon Go 的这个玩法，因为他比较厉害。我们就只会走来走去，然后转那个 Pokestop 这样。我们要去转那边。OK， 去哪里？哦。我找到奇果丽达，你要不要抓奇果丽达？我抓，没有。奇果丽达。耶，一个，两个，三个。哈哈哈哈哈哈！你要看那，一个，两个，三个，然后。嗯。哦，它上面有讲那个 yellow color， 那个 red color 跟 blue color 都没有。OK， 是吧？算了，吃这个先，我要吃我那个。然后我抓不上去。哎，不抓上去啊？然后有人推你呢，抓紧啊！要抓紧，要抓紧！从前面还有很多。是没？Let's go。还有哎，还有一个包裹，看一下 ，Back True，OK，、okay， 有2000个，哦，有一个 Pokemon 呢 ，Smile， 哦 ，OK， 哇，有，两个，三个，四个，五个，有。好累呀、很想抓这个啊，终于抓到了，很想抓、这个、Let's go， 他现在很帅啊，我们现在就走进去 shopping mall 里面了、去那个 Aeon 里面咯。哎呀，我一直死了。 OK， 我们现在要抓那个 Pokemon。 Yes， 你不要浪费球哎。我的鸟，哎，哦，看住啊，看，
看一下有什么宝宝。太高了，再过来。啊，这边。我看一下，我要站在他旁边啊。好、哦。妈，你在他旁边吗？我去那一边。这边。再过去。这边，这边。有吗？我们现在已经在这个 shopping center 里面喝饮料休息一下，然后在这个 Aeon 里面呢也有很多的 Pocket Store。没错，有什么用？OK。